是不太明白，孤独是个节拍，若很久没见你真的长大，他怎么说话，他怎么激发，他歌词写的肉麻，他浮夸，放一盘磁带，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，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，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，而你还是不太明白，孤独是个节拍，音符不和谐，写歌是感觉，看几眼世界的几个头衔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，把一个讲白说一段对白，不断尽说爱也尽量精彩，别几个人生下来都是天才，作曲家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，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，你还是不太明白，孤独是个节拍，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，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，而你还是不太明白，孤独是个节拍。